好哎，好哎啊！CF 的这个高速免费科学上网工具，它现在又能用了。大概2个月前呢，因为各种原因，它被封杀了。现在它新增了一个协议，就是这个马斯克这个协议，你只要切换到这个协议，就能够又可以使用了。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Windows 上怎么做。第一步呢，就是先去这个 WAIP 的官网，就是这个地址，我把地址已经贴在了视频的下方，有需要的自己去取。然后下载，我下载的是这个 Windows 版，你可以根据你的需要下载自己所需要的版本。点这个，它就开始下载。这个访问这个页面呢，是不需要梯子的啊，不需要梯子，你直接下载就好了。下载的速度呢也是相当的快。下载完之后呢，就直接运行就可以了。这个一路安装就可以了，没什么好说的，因为我已经装过了，我也不想再走了，就一路走下去就好了，没有任何难度。OK，我取消也，复制这个路径。新建一个文本文件，把它改名为 mdm 点 xml，然后呢，编辑它，把这几行代码复制一下，贴进来，保存，关闭。然后点击开始运行，正在连接。OK，已连接。你看，这个地址显的是加利福尼亚，这就特别好。你访问这个国外的这些 AI 平台呀、比方 ChatGPT 呀、Gemini 啊的。Copilot 都没有问题。以前我们用这个 WIP 的时候访问这 ChatGPT 呢，都访问不了，因为它显示的是香港地址，香港地址也不能没有。它已经进来了，已经可以用了。这是 YouTube 已经打开了。延迟退休这件事情有三个关键点。第一，OK，就是这样，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喜欢的话，请点个关注，点个赞，谢谢。